你又要干嘛？我答应你，答应我什么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答应很久了。你早跟我说你喜欢我就行了嘛，那我就不用考虑什么陆子辰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呢先名义上在一起，然后我再无情地把你给抛弃。这样一来，你也算是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了。哦，然后你也自由。嗯。可是我不喜欢你啊。怎么可能？不喜欢。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？我真的不喜欢你。那你……等一下，你不会是在跟我表白吧？没有啊。本公子怎么可能跟你表白啊？你刚才就是在跟我表白。哎，等一下啊，再来一遍，我录一下。我这个人这辈子从来没有人跟我表过白，而且我也没有拒绝过别人。你再说一遍。出去。你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怎么可能不喜欢我？不可能啊。真的不是我。怎么可能啊？不可能，本公子要去确认一下。小蝶，小蝶。梦见本公子都如此狠心，还给我在那装，看我明天怎么拆穿你！小弟，小弟，拿着你的臭钱给我滚回古代去！